阿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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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
大家叫鬼去咯，神安尼哦，无挂头甲面安尼。我就是讲你啦，我咧讲，哎，敢嘛有影？因为大家无爱去恁家，无，哎，即摆六头拢无爱去恁家，去恁家拢会相拍呢，会冤家啦，会变无好啊。最近较乖，最近较乖啊，因为最近无趁钱啦，手头较红啦。我咧讲啊，这个哦，哎，有一好都无两好，你若场当好的时阵啊。啊！都无时间好拍牌，对啊。啊！即摆有时间拍牌就场歹啊，无钱通去输赢。哎，有钱无两个安尼哦，唔知要如何安尼吼。哎，所以人伫咧讲啦，趁钱的时阵吼，爱俭起来，伊都无咧趁的时阵，通好开安尼。平常时爱较俭咧，啊！伊的财主呀，倒一个，倒一个是小茉莉的财主。啊怎哦？啊怎无？啊怎唔是向这边的？哎，啊怎拢去那个高岗腰的？哎，高岗腰你知啦吼？对，我唔知。啊，你唔知高岗腰哟？什么是高岗腰？高岗腰就是安尼捉落去，有无？哦。哎。我无搞。哎，新闻你阁无搞，你阁无搞安尼吼？哎，啊不，啊你著不懂安奈奈奈安尼，迄种叫高岗腰的，啊脚掌安尼翘翘翘，迄种安尼。哎，是讲你脚掌嘛翘了，因为有去了健身房啊。哎，你有健身房过安尼？袂使阁去啊。我感觉你生肉起来啊！无，因为最近休困啊。哎，本来做瘦的瘦干的吼，啊为着要咧举迄个吼，迄落做迄哑铃举起来安尼，伊特别咧健身房训练安尼，哎训练甲拢肿起来，那三角筋啊吼，哎不要再去了，不要再去了安尼吼，食饱就好去困安尼。哎呀，袂使困。啊，食饱袂使困呀，啊食饱就好去行路啊啦，哎去散步啦吼。啊来来来，啊即摆就继续吼，搁再来安排。嘿，继续安排，如果有一天。如果有一天我变胖了，该怎么办啊？呢？不会，我不胖。哎，真的吗？对呀，不胖。哦，安尼就是有这天生的吃货，来安排天生的吃货。
训练，哎，我的。